大家好，我是火线妹妹的小师妹，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这一期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穿越火线的终结者模式的生化金字塔这一张地图。那这边师叔也是拿着这个极光大炮，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对，一直在顺这个小僵尸，瞬间感觉斯泰尔什么的都弱爆了。就是顺，这边是看到终结者，走你，没打到，那第二下，还认识诗诗的朋友们也知道是这个狙击枪玩的不是很厉害，所以说，如果说没有打到的话，就这个多多担待。哎，那第二下泛红，第三下人呢？那这边我们不去管他，因为这个是盲点视角的盲点呢，那我们接下来接着来打这个终结者。也是看到终结者已经发红了，好吧，我这一局没局到，那也是看到这个小红灵活的身法，再灵活也会被我局到的。这终结者看到一个复活的比较呆萌的，因为他都不动，所以说也就是比较呆萌。哎，那这边一直追着我的队友。哎，这里打了两枪，赶紧下来，因为终结者一直在追我。这边赶紧跑路，上到吊桥。然后这里，哎，一枪。好的。可是我的队友比较给力，我的队友的大炮比较给力，我的大炮比较坑爹。哎，这是看到右边，我的右手方向已经上来了好几个。小绿加小红，这边的话肯定会用手枪来打掉他。这个桥上面还敢上三把狙击枪，你还敢上？那这一把的话也是将他做掉。那这边我们也是等待生化幽灵的出现，因为这个诗诗也是好久都没有出普通的视频了我想大家应该也会想我的。那也是有一些朋友在问这个普通的视频什么时间出诗诗有空的话就会出，对，就会出普通的视频。那大家如果说想见我的话，那只能每周火线妹妹见一见了。这边用的灵活的身法也是上到了金字塔的顶部，看到一个二段进化的小绿，果断打你开机。那这边也是漏掉了一个，之后第二个又是发红的小红，你别跑。那这边第二个也是做掉，吊墙上面的第三个三连杀。然后看一下，哎，四个、五个、六个。因为现在的这个攻击力加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他只要是上来的话，一段的应该都会打掉。这边果断换了一个子弹，之后看到他上来变了一个幽灵猎手，你竟然敢上来，那我就敢砍你。那这边，哎，第二个，但是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只剩下两个幽灵猎手。这边。我被卡这了，我被这个小绿套路了一下，他把我套路卡那了。这个小绿还是比较机智的，直接就套路我，好吧。我们只能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最后一名幽灵猎手的视角了。那他这边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血量了，所以说直接就被这个终结者给挠掉。是看到他马上要上来了，生化幽灵出现，我直接给他放上来。那这边又是我自己，还有他，又是我自己，还有他。那这边的话也是看到一个上来，害上吗？都已经红了，赶紧掏出我的手枪，好吧，让这个女，感觉我不应该放他上来，我这个上来的队友感觉都得抢我肉啊。我有孤独和烈酒，还有抢肉的队友，是吗？是这样子吗？哎，那这边的话也是这一盘好多小绿啊，
直接我自己的话就看到了三个，然后这边小绿也是上来看一下，哎，瞬移一下，然后这边也是直接将他做掉，打了一个爆头。这边一个双杀之后，看到前端是有人的，那这边的话我也是果断变了幽灵猎手跳了下来，绝了一个很，哎，你还往后退不挠我。哎，那这边 double Q 之后下来看到小红，终结者也是来了，果断上一下台子，没想到自己摔了下去，好多人不要追着我，英雄饶我一命。他这边也是没有办法，我们这里的话果断变了。哎，那这边挠到一个之后引一下身跳上来，继续跳顶部挠了一个壳之后又挠了一个，好吧，还是我比较机智，对，机智如我。嗯，又是挠到了一个呆萌，呆萌的废虎队直接直径冲我来。哎，那这里夜玫瑰哪里跑，好吧，你跑就跑到我们队另外一个人。哦，这边也是他们变了幽灵猎手，看一下被挠掉了一个之后，那一个应该是在吊桥的前端，对，吊桥的前端，我们来抓他。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看一下时间不早，作品刚好，那今天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录制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火线妹妹。